所有的母亲们啊，母亲节快乐！万国，我们万国界中心在多伦多已经有将近三个年头的历史了。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为加拿大国家队输送了青少年的国家队的运动员，包括成年运动员。同时呢，我们也有上一届奥运会参加代表加拿大参加巴西奥运会运动员，唯一一名的运动员啊。而且这几年我们不断的在一些像美国的一些 Ivy School 输送一些优秀的击剑人才。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是就是感谢大家以后对我们击剑这项运动的支持。也希望大家有幸带着你们的孩子们来我们的运动中击剑中心来做体验，然后把这项非常美好的运动给推荐给大家。那下面呢，我们中心我们的教练还有我们的学员给大家献上一个比较，因为场地的原因，给大家献上一个比较简单的击剑课，也是英文叫 One Lesson， 好吧？那好，那就有请我们小的 Fencers， 还有我们的 Coaches 啊。Ladies and gentlemen,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Okay, salut.现在我们的教练在给我们学员做一个 one lesson， 大家了解一下击剑这项运动。教练呢是我们咱们安省击剑协会的技术总监Mark Andrew。击剑这项运动起源于欧洲然后在现在呢，就是说同时在北美也比较盛行，尤其是在美国一些Ivy School， 他们这些学校非常重视击剑这项运动，每年他们都有美国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联赛我们这些学员训练仅仅两年、三年的时间，而且在北美、在全国比赛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现在在我们中心大约有26名加拿大国家队的运动员，分别是 cadet、junior 还有 senior 就是少年组、青年组还有成年组。击剑呢分为三个剑种他们今天表演的是 epic 重剑重剑是全身有效刺到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得分。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功夫烂式击剑这项运动，现在就说它基于智慧、力量、速度包括身材各方面体能都是要求很高的。现在这边小姑娘叫 Grace 今年在北美Super Youth 的比赛获得非常好的成绩，今年年仅12岁的培养都有很好。
拍手。OK， hello。OK， 谢谢大家。真的，剑术是一个欧洲古典的运动，简直完美展现这些人的好身手，这些表演者的好身手。是的，我们紧接着呢，因为今天的奖品实在是非常多，那我们就继续的把这个更多的这个大奖抽出来，好让这个幸运得主。对，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抽的是 raffle tickets， 所以有买 raffle tickets 的朋友们呢，赶快把你的 raffle tickets 拿出来。Okay, so now we're going to have the next round of lucky draw will be for the luck raffle tickets. 好，那麻烦帮我们把那个 raffle ticket 的抽奖箱拿上来哦，谢谢。那 Tim 今天是等一下是你要抽还是我抽？好，我们今天这个 raffle 一定是让给今天 Johanna 来抽出今天 raffle ticket 的。的那个奖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来吧，来吧。我们第一个又要抽出十份高级花菇，十个